我自己发现了一个 app， 它是一个购物平台的 app。它呢点进去之后呢，它里面超多东西都统包，譬如说家乐福的网站 Agoda， 就那种出去玩的 Agoda 啦、Booking.com 啊，甚至是虾皮、PC Home， 什么东西它上面都有连接。所以我不用个别去下载。不用不用不用。然后你从这个网站更棒的地方在哪里？你花了那么多钱、会不会希望有点小小的回馈？要。会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它的网站就是你买了多少。它每一个相关的连接网站的时候，它里面都有回馈的趴数给你，所以你买它的东西，口袋也会慢慢变多，等于边买还边赚钱，边买边赚。他说到底这个 app 是什么？你要推荐给我们？它叫做 Shopback， 我点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来，这个是首页了，嘿嘿，哎，那这是你现在赚的钱，嘿对，三七，嘿是这个月赚的钱。37000也在开华水啊？对啊，你花多少？不，大家一下，你慢慢买，它就会慢慢的，就是多少有点回扣。买东西本来就要花钱，人家不会给你钱。现在你是买了，你额外也可以赚到，得到37000。它旅游也有对，我先讲一下，你点这个商店，有没有？下面有个商店，你点进去，对，你看哦，从这个热门商家开始，淘宝啦、虾皮啦、爱迪达、博客来啦，什么都有。雅虎、乐天、雅虎、乐天都有。男生的话呢，你看，如果你是想要买三 C 电，它通通都有，苹果也有，流行时尚看一下，流行时尚也有，女生的有没有？淘宝，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品牌，它里面几乎都有。对对对。那刚刚美人姐不是有问到我说旅游对不对？对。像我刚说了，偶尔我也会跟我老婆来个小旅行，帮我们的生活平淡的时候慰藉一下。她就直接点这个旅游攻略，有没有？让你把旅费通通变成现金回馈，嘿。住宿啦，或是行程啊，或者是饭店民宿，而且还有各大旅行社，对对对，都是有名有姓的那一种，而且不定时会推出加码。刚刚那个美人姐问我说啊，到底是买多少才会变这样？你看他每一次的加码回馈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10%什么意思？你买个民宿，然后包栋10000块，他就回你1000块，很多。所以呢，我就是用这个东西在买。你为什么要介绍我这种东西？我已经不太守得住我的钱了。可是它可以让你把钱再拿一点回来，一定要的，而且是汇进你的户头哦，户头啊，户头哦，靠着靠着，没按怎么开你按怎么开，哎呀，像刚刚这个 Booking.com， 它现在写6%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你只要点进去哦，点这个，点这个哈，前往 App 点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会跳到原本你熟悉的那个 app， 不会因为在这个平台进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你不会用。譬如说，我们找一个位置，像刚刚讲的，要去花莲嘛，然后我们选个日期啊，譬如说是8月的啊最后一个礼拜好了，25到27，完成。然后呢，两个大人，然后点下去，咚，他就开始帮你搜寻。有没有？哇！哎呦，所有的界面都跟原本的界面一模模一样样，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。重点是它的回馈呢，就在默默之中。一旦你完成购买，这个地方它除了回馈之外，你用信用卡、第三方支付。它原本的都有的，通通都还在，所以我们不用先存一笔钱进去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对啊，旅游购物用Shopback，开心让你赚回馈。如果我推荐自己的朋友进去，对不对？也会有奖金，朋友省奖金，我们推荐人赚奖金，然后一样是直接汇到你的户头，而且现金哦，美金哦。推荐奖金也是直接汇进我们靠泽的嘛？对，因为你们申请之后啊，你们会有自己的户，然后呢，你要写清楚你的资料之后，也是汇进你们的账户。有的东西这么10点换1块，对，还有100点换1块的 ，man， 他回馈你1块就是1块。哦，超佛心，超佛心，真的真的，购物旅游用Shopback，让你开心赚回馈，掌声鼓励你哦。